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昨天发个视频就是小白哥嘛，有很多歌友就说了，他可以自己啄食了，不要喂他没关系的。最主要的我就是看着他太可怜了，老是别的鸽子啄他，他的父母也不怎么好好的喂他。关键这白的你看挺漂亮的是吧？突然间感觉到好漂亮，看它的尾巴，中间一根白的，哎呦，中间一根白的，两边尾巴的两边也各有一根。这个就是它的妈妈，它的爸爸是那个红玉脸，它竟然出来这种颜色。昨天这个也下起了两个蛋，嘿嘿。来看一下这个圆环的幼崽，有等圆环的朋友可以帮我看一下它的体型怎么样。来走一圈，哎呀，没吃饱一样的，这个有点小。再大一点，我感觉才会看得更清楚。点子好白，这样突然间拍到。视频的最后打个广告，有一位歌友他想清棚，不想养了，因为外地打工的原因吧，老婆怀孕要回老家。这位歌友也特别喜欢鸽子，引种鸽子的时候在一个老师傅家引种的，他就顺便问了一下老师傅，他说这个是什么成绩鸽还是血统鸽？老师傅告诉他，这个是血统鸽，詹森系小火箭，两只种鸽一直繁殖下来的，还是没有串种的。现在总共有十只，有十只，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捡漏啊，几十块钱一只。这位歌友他快递发不出省的，省内可以发，广东省省内可以发啊。他这个所在地是广州，广州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不想养鸽了，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也可以给你在这里给歌友们说一下，分享给歌友，也不要落到那些杀肉鸽的那里，对吧？悠悠只专注鸽子视频，有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歌友，请点个关注吧，再见。